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与方圆的合照，并附文：“陆玉温柔低调天王嫂，方圆本人超 nice， 举止得体，恭祝郭氏夫妇永远甜蜜幸福。”照片中，方圆头戴贝雷帽，一身休闲打扮搭配小白鞋，虽怀二胎，但身形依旧消瘦，与粉丝亲切合影，毫无天王嫂架子。此前，天王郭富城出席活动，终于报喜，承认太太怀有第二胎。完成三年抱两，十分开心。